美身为国内优质的老字号厂商，对自家产品的原料及配方自然严守品牌信念，即便作为加工食品，却坚持选用新鲜食材，产品中并未使用任何香料、色素、防腐剂等人工添加物，十分推荐给追求天然的族群。为了打造经典的肉酱风味，本品特别选择进口番茄与国产优质猪肉，并运用白酒、鲜奶与天然新香料提味。除了拥有用料丰富实在的优点，更有着相当合理的售价，就算天天吃也不成问题，是一款 CP 值极其出色的商品。精品旗下推出了不少冷冻意大利面与意式炖饭的商品，几乎每一款都吸引众多的拥护者。而且它除了研发传统意式风味的产品，有的亦会搭配其他创新的食材，带给消费者新鲜的食感。就如这款意大利面，以红酱为基底，以酸甜的番茄酱打开味蕾，并同时能享受柳叶鱼卵在嘴里跳跃的滋味，且咀嚼时还能品尝到白芝麻的清香，加上葵花籽有助于补充天然植物油脂，实属一款兼具美味与养生观念的料理，难怪拥有死忠粉丝的大力推荐。这款商品的酱料在市面上较为少见，是将番茄红酱与奶油白酱以完美比例调和，并加上月桂叶、匈牙利红椒陪衬，打造出相当深具特色的口味。由于本品拥有充足的酱汁，微波加热之后会发现每味酱料都均匀地粘在直面上，每一口都好吃。顺带一提，本品还含有鲜嫩的鸡肉，再搭配浓郁的起司香气，是一道在下班后能立即疗愈身心的销魂料理，甚至还可为各位省去洗碗的工作，喜欢懒人料理的朋友可别错过。由知名厂牌精品推出的即食意大利面系列，素来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好评推荐。其中这一款商品相当独特，以意大利培根奶酱为基底，并且加入了薯泥、玉米粒以及切碎的绿色花椰菜来点缀，具有香浓的奶橘风味，也相当吸睛。此外，它的面条为杜兰小麦制成的弯管面，可利用汤匙来挖取食用，对不善使用刀叉的孩童来说也相当便利。更何况它的分量适中，又有浓醇扎实的口感，就算作为即食品仍让人大感满足，很适合当作午后小点或宵夜品尝。相较于一般市面常见的食品大厂，大家可能对直觉这个厂牌稍微陌生，但它凭借着对美食的执着，研发出许多兼顾食材的营养与味美的即食食品。这款口味独特的意大利面，将浓郁的奶酱及香煎培根结合在一起，透过厂商独家调配的配方，只需隔水加热便能迅速端出宛如餐厅级的料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面条增量为210克，加上浓郁满分的白酱酱汁，拥有绝佳的嚼劲与饱足感，相信其必能满足家中的大胃王。在台湾市场深耕多年的桂冠，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应不陌生。这款意大利面商品不同于其他传统意式风味，而是采用日本和风洋食的概念，将奶酱与明太子混合拌匀，不仅没有腥味，反而能衬托出迷人的奶香与鲜味，并且因纤维辛辣的调味，让人不禁越吃越上瘾。独特的美味不仅如此，面条上的腌渍鱼卵亦增添了令人惊奇的口感。偶尔想试试不同的意大利面，不妨选择此产品来体验异国的风味吧。上野物产所推出的产品不仅涵括海鲜、肉品，也为消费者带来不少即食食品，增添每日餐点的便利性。这款商品为经典的番茄红酱口味，且为了迎合台湾人的胃口，特别加入了新香的黑胡椒粒以及百里香、月桂叶、八角粉等香料，更加引领出肉酱的浓郁香气。虽说本商品并无容器盛装，需要另外准备餐碗，但也多少减少了垃圾的产生。唯因网络上较少有人分享关于
它的实际口感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先购买单包尝尝。忙碌于工作的上班族，可能往往回到家并没有太多时间能够准备料理，这个时候，这款美味的意大利面便能随时派上用场。本商品的分量足以作为正餐食用，它的面条特别采用土耳其进口的道地面体，以高品质的杜兰小麦为原料，打造出充满 Q 弹的口感，且完全不添加防腐剂，令人相当安心。不过对长辈来说，过于弹牙的面条可能会有一种没煮熟的错觉，若要提供给长辈或年幼孩童，建议可延长加热时间，让面条柔软一些。这款由鲜味达人推出的意大利面商品，特别与知名饭店主厨合作，并且坚持选用新鲜食材炖煮酱汁高汤，同时搭配多种新香调味料制成，可说是一款相当真材实料的优质商品。它的包装采用面体与酱汁分开的方式，而面条仅使用杜兰面粉及盐巴制作的生面，于解冻后便可快速烹煮加热。只是目前市面卖场多为综合口味的组合，且大部分需一次购买多包，这点对单身居住者来说或许会有库存上的负担。补风是国内相当知名的食品大厂，其加工厂除了获得 ISO CCP CAS 等多项认证，更以平易近人的价格获得消费者的青睐，相信各位在超市中会发现不少旗下生产的优质肉品。这款意大利面采用北意传统的罗勒青酱，搭配细圆的意大利面条，让入口滑溜的口感相当清爽，很适合推荐给不爱奶酱类的人食用。且为了增添风味，成分中也有不少合乎法规的添加物，但如果喜欢更为天然的口味，也可同时留意其他商品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